乖乖，阿拉还没打架，我看脸上没有伤疤，是的吧？嗯。Thank you.
他会坐，你说坐下还知道坐下。你要这狗也赖他气嘞。那个今年到底是大了，比以前脾气稍微要好点了，对吧？你看你看你看，以前好打架呀，现在不打了，至少最起码光问我两句，是吧？好。不玩了，让揍怕了，有 bug 了，现在这可能也是改头改朝换代了。拉给干活，我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不是拉给的天下了。他打不过的时候都得认怂，这都是以前打架留下的伤。他调皮，他拉给可微笑了，拉给一开心也是的，小舌头都露出来了。你看你看你小嘴。这个小拉给呢，从舅舅回来到我们小院，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嘛。在两年多的时间里，其实拉给的性格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。到我们小院之后，拉菲应该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天都是那种唯唯诺诺，胆子特别小。现在嘛，经过这两年多，几乎成咱们小院的小霸王了。在小院也是混的凭自己的那个实力混到拉司令的位置。只不过现在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拉菲嘛也比之前要乖多了。现在也爱睡觉了，不像之前。之前就是特别是去年吧，拉克的精力特别大，就每天喜欢和小院巡逻。从咱们搬到这边来以后，拉克我发现他慢慢的也爱睡觉了。和其他的小家伙呢相处的还算不错。拉克就是比较聪明吧。之前小猫猫还没有长大的时候，总是喜欢欺负猫猫为乐趣。现在知道猫猫那个实力变强了，也不找猫猫的麻烦了。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，拉克特别聪明，就是爱争宠，大家看吧。拉克比以前胖了，你也是一个呢。啊，谁也会我说。做完绝育之后，胖老多了。